，A 拉起来，然后再来拉 B，然后再来拉 B，B，怎么拉？同时拉出 A 和 B，Jesus。怎么拉？同时拉出的 A 是怎样的？哇塞！我把那个拉环都拉断了。What the fuck？还是拉不出来。什么鬼？所以我把上面的说明跟所有拉环都拉断了，但是就是拔不，What the fuck？Jesus！
什么鬼？他还什么鬼啊？我把上面的拉环全部都拉断了，那电池都还拔不出来，都是怎么？我手都快掉下来了。Holy fuck. Jesus Christ！ 呜，到底是什么鬼？结果还是使用暴力把它取出来。这颗电池真的是巨无霸大，这个是6000毫安时的电池，哎，这个是我目前我拆过最大的手机电池，巨无霸啊！这个拉环设计应该是要很好拉的，结果也是使用暴力才把它拉出来，这到底是什么鬼？OK， 那我们的小米 POCO 手机也顺利的把电池取出来了。Shit。